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85面啊，685面，倒算第四行。对经文看起啊，用其冤家，经常杀伤，将小微气正大困局。啊，这四句是一小段。好。就果报，过一摆换多难，正阿所谓这啊四句经文，乃将小起恶，小啊都是果报。果报太苦了，第三道啊，那第三道伊唔甘心，伊无情愿，报复的念头非常强啊，所谓是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啊，伊搁在作业咯。经常杀伤，故王羲大师的讲法呢，是借修身杀生恶业，下面啊念到有解释，福临在恶气中，这是讲地狱的内面，伊无觉悟。痛结性侵，哪讲无后悔啊？无忏悔啊？呀，伊个生万分，万分到极处了，地狱内面嘛有打斗，互相杀伤。实际修中重复作恶，结缘成仇，所以叫冤家。用其冤家，这桩代志，最近啊，有三位同修来看我。甲我见面，但是我唔捌伊，无讲话。伊留一张批给我，佮留两片光点，光点我有看，佮这四句完全相应。光点的内容是附体。附体的这个灵鬼啥人呢？中立战争的时阵，两方面的将军啊，也伊也佫有一份文理档给我，我还没看。啊，我无看到今仔的经文。看到经文应该甲文理同爱看一下，唔知道将军叫什么名啊？一边是日本的，一边是中国的。啊，真死咯，死个真惨啊！伊跟我讲，现在两方面也搁在打，现在伫倒位呢？伫地狱啊！
伫地个内面也搁咧拍战。你讲这偌可怜呢？这个代志，我伫头前也捌甲大家讲过，可能啊，我相信这代志唔是假。啊，阮细汉的时阵，从日战争爆发，77罗高桥事变，一年我才11岁，所以啊，嘛会记得啊。11岁到19岁，就是8年空战，8年啊，根据无定数，四季多难啊。四季走，逐天咧多难，苦不堪言啊。啊，所以天来做梦，也来拍战，也来多难。阿来也来对，也是经济大强的。我有福了，做来钢筋了，大概整十年，也过会做这个梦。有人是梦来对梦到这代志。啊，最近这二三十年无咯，啊，这个梦就无咯。你个看卖，战争结束，二十年来呢，我也过会做一款梦。迄个人伫战场里怕死咯，怕战死咯，死咯，伊家己唔知影死，伊迄个鬼魂也咧怕战。也无完无了啊！什么时阵觉悟呢？这两个将军算我未歹咯，觉悟咯。啊，来找佛门这修行人，叫超度啊！讲出因现在状况，地角真艰苦，也过生也真灰心，也咧做杀害工作，互相杀伤啊！世界小中，这个小就是地角中，地角内面也过咧做恶业，结怨成仇啊！这个代志真正是无完。无聊啊！所以经常的讲啊，冤家，穷极冤家啊！啊，咱去看下面，互相啊，不济，加杀一方，一方个杀加方。古文敬上杀伤，恶业当中无比这个更加重的，地狱内面恐怖无比这个更加凄惨。这两个将军呢，总算是觉悟了，希望和平，希望人间永远拢无战争。啊！求皈依，求超度，拢想要去极乐世界。将军真仁慈，先护伊下属王生，先护士兵王生，因最后王生。菩萨心肠啊！伊毋是先救家己得到，伊家己明白咯。伊家己道理去讲，互伊下属，互伊呐来听经，互伊来接受超度。啊，我看到是一个即款功德。中立相逢，
这个罪孽做个真重真重啊！下面讲将米嫉妒，米是水啊，真水的冲突，米不足道的冲突，如烟如烟啊，演变作大的战争。大战争当中，如果受害众生有偌济呢？这个责任，发起战争的人也会负责啊。啊，咱捌看过唐太宗附体这个宫殿。这历史上评价真好的一个帝王啊，马队的帝王，为什么战争啊？怕见太人太罪了，以做帝王爱人民。政治性是袂歹咯，贞观之治啊，只不过伊伫地界内面受罪，少一点啊利益，啊是爱受果报啊。就亲像伊家己所讲的，帝王做地界业。爱受孤独，帝王做地家业，无受孤独，哪有这道理呢？大规模杀伤的这款业报呢，确实只有遐人才会做到，一般人是做袂到的。一般人杀人是有限啊，这个是大规模的，几十万、几百万的人伤亡啊，这拢是你一个念头所造成的啊。啊，如果这个念头无果报，也因果定律就被推翻咯。咱最近看到这个状况，真正有啊，不是假啊。何文将手眯起，正大困觉，觉者心也，烈也，怒也，惊也，有这多意思，行恶不止啊。罪上加罪，苦上加苦啊！那就生大困，从当何亲吗？所以经常讲生大困局啊，有唯一就救护大局，空前开一本。正言所说，心修如苦，苦精不息，明救大局啊。杀多淫梦，伊也未见那只有一种，有连带。这一个连烧煞气气，就是极重的地下罪孽。你看伊求超度，这日本军官讲，伊讲也有真多妇女
给他抬死啊。这些妇女给抬死以前，他都给奸淫，然后给人抬死，这罪有多重啊。现在大腿他来求超度，他说他太可怜了，当时抬人的时候不知道，对到地下里面后悔咯，后悔不及啊。咱那个看下面的经文，加油贪着财色，唔轻是非，国要自快，不好确定，是欲所别，何计经历？富贵荣华，东西快意，不能领略。不务修仙，为世无忌，随意磨灭。天道始终，自然久久。轻轻松松，动力其中，古今有时痛在可伤。这段经文，证明三毒是恶因啊，凡夫戒慧，戒也是故戒，慧是教慧。但是世人是按怎咧？伊偏偏爱这三物件。亲戚呀，有几个人无贪心呢？有几个人无脾气呢？贪心的根是无耻，如果有智慧，伊就肯放下，未做这个业，未受这个果报啊。都是因为武器，武器是什么呢？马啊，马失了自性啊，所以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拢违背了性德啊。自性是什么呢？自性是本性啊，啊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本善是什么呢？五常是本善，五伦是本善，诸依八德是本善。在佛陀教育里面，三规五戒十善是本善，六合六道是本善，普贤十愿、弥陀四十八愿是本善。佛法里面所讲的，比咱传统教学讲搁较深、搁较宽、搁较透彻。但是这物件，无论是佛法是世法，现在人拢无要学了，现在人唔相信了，相信什么呢？相信杀盗淫妄，相信贪嗔痴慢疑，相信这个，唔相信因果，唔相信有来世，唔相信有报应。所以现在人啊，为所欲为啊，又无过去。也无过去，是不是无报应？报应就在现前。最近这几年，大概都是这两三年。
这地球上发生的真正多这个反常的现象，一般人讲是自然灾害，太多太多了。几乎每一天都有几落摆啊！中国个有170多万摆，这个月我估计，真有可能超过200摆。而且灾难都非常严重。啊，咱有福的人看了这代志，按怎看法呢？是上天提出了警告啊！啊，大灾难进行的预告啊！希望你赶紧回头，一口气还未断，回头也会富啊！一口气若断了，回头是未富了。真正忏悔，万恶修善。该下归静，端静心念，是头就讲过。起心动念是伦理道德，是五戒十善，这心念是端静的。也学佛的同学，千万唔通疏忽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，认为这是小物件，这不足以为道的，啊，你就错了。啊，你就把你家己害个真凄惨。你这一生不论安怎用功，安怎精进，因为你无根啊。就像咱培养一个植物，这植物无根，你逐工该加肥料，逐工该压水，也是生不出来啊。未开花，未结果，为什么伊无根？你困苦一世人，到后来得未到结果啊！啊，你还个唔知错伫倒位？啊，咱细心去体会，去观察。为什么古早时阵的人，无论在家出家修行，拢有成就，而且成就都多？一般我领导非常可观的成绩，现在人无啊，学30年，学40年。也是无期蒙昧，经听未少，啊有未少，甚至讲家己嘛上台去讲，讲到天花乱坠，嘛有出资拄着顶薪，但是烦恼习气无断啊。听伊的言论，也是万天有灵啊！佛菩萨对于不起伊啊，愚公伯啊对不起伊啊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真精进，烦恼习气无时增长啊！
伊无减退啊，伊增长啊。也欲望无放下，这是咱来深深去反省、去检点的。啊，咱到底处在什么所在？错在咱学习的观念错了，路行错了，无行上正道，研究啊经教，行上学术，从佛学，就是讲有研究有解无行啊。古代的所谓无解无行是假呀，不是真的。佛菩萨教导人，祖师大德教人。该行爱相应啊，你才真正会确立，你学物件才真正明白了。爱我，咱听真多，读真多是该我，该我什么呢？是别人我的境界，提出来跟咱分享。咱明白了，心欢喜心。不过，毕竟是别人的，不是我的，我不得受用啊。如果我会把所知影的拢落实，变成我的生活，变成我的工作，变成我处事待人接物的原则。这个究竟呢，还连开悟了？那悟是什么呢？悟就是理解的物件真明白了。现在听不是真明白啊，所以的灌溉啊，真明白啊，是你确立境界了，到啊入境界。那个时阵生大欢喜心吗？所以阿莲开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！你家己确立如来境界，这个时阵是真明白咯，是家己清净的境界。真正的境界和家己所熟悉的境界完全相应了，欢喜啊！过去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经验真实，念几十遍、几百遍，极乐世界你讲起来如数家珍，你无去过啊？到到一天真正去叫做世界，那叫清净啊！你无到叫做世界，这是听讲，都听多说了。两个意思是无同款啦，所以啊，性界有面，有形，有静。啊！咱这代学佛，只有性解，真相信，真理解，后面都无行，行无，当然净都无咯。净是你境界，是真明白咯。
啊，咱无甲有诶物件做够啊，应该爱甲伊做够。为虾米拢是家己诶性德？啊，祖师大德甲咱分享诶是伊诶修德啊。那佛菩萨给人开示的是性德，一见性，也因我也实现，是对性德自然的流露，当然无共咯。啊，咱今仔日不如别人的所在，别人啊幸运。伊啊，生伫中国啊，这个中国是佛经上讲的中国，两都之国啊，佛法盛行这个地区啊，就叫做中国。这个意思要知影，唔是讲地球上的中国啊，佛经上的中国。伊是泛指这个地区佛法非常兴旺，修行人真多，这叫做中国。中国的后面就是啊，边地，边地就是讲无佛教的所在，佛教真少的所在叫做边地。佛法一个特别之大乘，小乘都不用的。在大乘心目当中，小乘啊，拢嘛是边地。伊也无立中道啊，偏地一边啊，小乘偏真。凡夫偏俗，菩萨是真俗，是一，不是理，这叫做中道。所以学了后，伊真教受用，真正的发喜啊，发喜来对充满智慧福德。发起来对无智慧、无福德，来发起是假呀、啊。时间真短呀、啊，未当持久。发起来对有智慧、有福德啊。啊，咱归佛离足尊足啊，都、就是啊满足。离就是讲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福德。这两项都完满，咱有福为什么呢？为着是要求完满的智慧，完满的福德。所以佛对这件代志，慈悲到极处了。为什么还佛来教诲人呢？该有贪着财色，都久无厌嘛，足为贪嘛。贪心如果我着啊，贪着在先啊。不接经文，下念是贪着，贪着是烦恼啊。
欢乐的君是邪念，邪念是错误的观念，把事实真相看错了，想错了。该在伫现代西方有一挂科学家，我感觉因已经精神了，有真多拢在探索意念这个问题，过去对这个问题，伊拢无管。专门在物质上去研究，所以叫做物理学家。那咱相信嘛是安尼，物理学家研究到现在，咱常常感觉到物理未能解决问题，发现意识的能量非常的大。发现物质是意念形成的，所以意念会改变物质。这是啊，新发现啦、啊。这个发现，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在《大乘经》上就讲啊，真详细，真透彻咯。不过今仔日，哦，一般人看这是宗教啊，认为是迷信，无必接触。啊，现在科学研究的结论，竟然跟佛经上讲的是同款。所以大乘佛法的境界就提升了。这是一项好代志啊！啊，摆在咱眼前，这个、现象一定要有能力去解决啦。这是佛法讲的离苦得乐，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呢？这还会记得，还细心去体会，佛用教学啊。这看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，无一天甲教学疏忽。那就是分秒必争，无爱好这个时间空过，经常将来都无讲到一天，释迦牟尼佛放假，一天无要上课，无啊，是无啊。佛地这部经常甲咱讲，阿弥陀佛在西方叫世界。钢筋教学无休困啦，啊！咱这世界上的人用的是六心啦、啊，六心在一切心里面是最不会心，伊需要饮食啦，伊需要困眠啦、啊。饮食跟困眠拢总有副作用，这个副作用最明显就是讲你会慢慢变老啦，会有病死，这何患
你袂当避免。西方叫做世界心，人心伊毋是六心，伊也是法性心。古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毋是咱现在泥土。法性心无需要饮食，无需要睡眠，永远未衰不变，未老无生死，这心好啊！阿弥陀是这心，所有往生的人拢嘛是同款的心，跟阿弥陀同款的心，所以无需要饮食，无需要睡眠，换一句话讲咧。听经教学，你生到极乐世界迄天，一直到你成佛，你大天拢在学啊！啊，咱这边学了爱休困，又学唔免休困。那伫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修学无休困的啊！极乐世界是一片光明无昼夜呀。这个实际上的状况，咱了解为什么所在成就容易一生啊？决定的正道啊，无上菩提啊，修学环境好啊，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弥陀是佛中之王，王中极尊。这就是好老师里面的第一个好老师，咱会跟这个老师来学习，这是很好运的啊，多难得啊！这个机会咱既然拄到了，咱那是该放弃了。要我问你，你最高大不？一切菩萨想求都求不到，你拄到了，唔肯学啊，疏忽啦，这是罪过啊！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并不困难啊。伊所讲的条件呢，拢总做会到啊！你为什么唔肯做呢？延寿国师、清凉大师，拢嘛是明心见性的人。咱读过延寿国师的《梦境黄安观》，这里面给你提出四个重要条件：素德，是咱修行正果，决定未让缺少；第二个是随缘。妙用，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这个功德就是妙用啊！现在一般社会人随缘以作业啊，随缘以咧做地恶业啊，他就不妙咯。你将来是为什么呢？三恶道，所以佛菩萨教咱，虽然来妙用，妙用什么未造业啊？虽然不造业，那不造恶业，连善业都未做，为什么善业啊？是三善道，甲叫做世界不相应。
这就不妙了。做爱做啊，先让两边拢未去忘掉，也就是讲不分别啊，不执着。这什么呢？这叫正业。正业的果报，六道来得无。果报在倒位？果报在叫做世界啊。你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做的一切善事，端到修仙，为了什么呢？拢总是为着要来去极乐世界。我做这好事，端修仙的这种的功德，回向到极乐世界，提升自己的品位啊。这叫做正业啊！这个道理未当唔捌啦。我今日断恶，我今日咧修仙，是为阿弥陀佛，遵守阿弥陀佛的教诲。这是修行啊，修什么？修家己的清净心，修家己的平等心。如果无跟人接触，无跟外界接触，你的清净平等去到位的修呢？把一切有情众生来修，那是最高明的啊。为什么看起复杂啊？你伫遮真正甲这个恨恶的心修掉，你平定心泰宁，唔是这个我介意，迄、那个我讨厌，迄袂用你啊！这物件是烦恼习气啊，爱甲伊断掉，断掉你就会常常接触，接触就慢慢磨练，真正无这念头。恶恶的念头啊，无咯，真正以平等心待人接物啦，这就亲像阿弥陀佛咯。那如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真修真做，那就是这第二句，危机有情。我起心动念有规矩，我言语做作有规矩。这个规矩是什么？伫佛法就是拄则讲的。咱正宗学会成立的时阵，我提出五个科目：正业三好、六好经、三合六道、十大愿王。我提出这五个科目，这五个科目就是咱的规矩啊。咱这一生做人，起心动念，未离开这五个范围，拢会甲这五个相应。我今仔一讲，真正有福咯，无离开阿弥陀佛，无离开释迦牟尼佛。佛教好坏，我拢做教。这就是恶分啦。如果把这物件拢淡掉，那叫佛学，不是恶分，那叫做佛学。佛学是把佛的教诲。用作世间一种学术来研究，甲我家己的思想生活因果报应啊不相干。这个佛学，真正有佛的人，伊的态度非常的明朗。第三句就是学佛的人的心态。
表里一如，外表如何？柳顺和睦，柳顺就是伊的兴顺众生。甲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，和睦甲和谐无同啊，和睦意思深，睦内底有亲情啊，叫做亲和啊，和睦是亲和，和谐也是有距离，和睦无距离咯。和睦是什么呢？兄弟姊妹。白囝兄弟姊妹和睦，好还是外人？外面里里向东有查顾的啊，对一切人都亲像家己兄弟姊妹同款。积德，积德是真心吗？这是本质啊，本质啊是德心，德心是道场啊。你心就是真诚心，无一丝毫浮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佛菩萨。咱是不是要用这种心待人？咱无恶佛，当平话，我用真诚心对待。你讲为什么？我恶佛啦，伊无咧恶佛啦，伊要去六道轮回。伊批评我的心是轮回心，伊做轮回业，我要来去叫做世界啊！轮回心就袂当去叫做世界，我必须把轮回心放下，亲像诸佛菩萨应化的世间共款，众生是以浮妄的心对佛，佛是用真心对众生，咱没有啥人呢？总是要创个清楚，创个明白啊！灾难遮多，大家拢会惊，有福的人无灾难。但是创佛学的人是有灾难，行佛的人无灾难。啊，唔捌听伊讲释迦牟尼佛拄到灾难。唔捌听伊讲，叫做世界有灾难，所以学佛的人无灾难。这句的意思啊，真深。你什么时阵会当啊参透咯？你真学佛，你就会参透。唔是从假从真的啊，你就学能明白咯，这为意思啊。一切是一切处，但那是对佛的教训来行，那就对了；那是对世俗来行，你就错了。世俗是去六道轮回啊！佛菩萨的六道轮回，伊未去六道轮回。所以六道来对无六道的因，当然伊也无六道的果啊。灾难来咯，这大灾难来了，恶佛的人嘛会死啊，无恶佛的人嘛会死啊，恶佛来死，拢死，啊，拢死都无共款呐。实在讲，死是身体死咯。那人有死无？无死啊！用啊，这空间为处，无恶佛的人会去倒位咧？伊会去三摩多。然后恶佛的人呢，修净土的人，拢会去极乐世界。
无修净土人一般拢会去天都，灾难来了，因会去天都。好不比现在更加大，比现在更加快乐。这是自是真相啊！啊，咱真正弄清楚、弄明白，才知影讲佛法不可思议，佛法太殊胜、太好了。也无学佛的人，伫今仔日这个世界，心内彷徨，无依靠啊。所以，伊个生活的忧虑啊、疑惑啊、不安啊，恐惧之中，这一般拢是生活的这款的状态下面。所以真正做人有忧郁症，原因伫即地。如果亲像即个宗教经典的教育，每一个宗教拢有真正学习的人伫讲解经典，大家也拢买到阵来学习，心就定咯。心定咯，心正常咯，就叫端正心念。心念一个端正，祖祖念念断了修仙，该下归静。没肯自然就死啊！这个因好啊，这个因的果报是地球上啊，才能化解咯。纵然未当全部化解，也会大幅度的减轻。就是讲未当全部化解咧，嘛会大幅度的减轻。啊，这个代志现代科学家肯定了。因啊出版物件真多，真正做的报告，证明佛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上生，科学家伊啊肯定了。所以，咱的心好，念头好，言语好，态度好，行为好，这个人啊，世间人家好，这是好人。你佛教里面称为佛祖，这是你将来修行成菩萨成佛的条件，这个条件你现在都要具足，你好好修，好好用，运行来十年都有成就。关系差一点的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肯定有成就。为什么不做呢？这些毛病、这些气缺，拢总爱下掉。哎，就是最严重的灾劫，来放下最麻烦的代志呀，灾。知之在器物，色者色情啊，是男女间的情欲啊。这系放下，这唔是好代志啊。弟弟后面的啊，
都死啊，也无干地空。加上所挖，迄贪财，迄贪皮肉，又文家又贪着，下出三毒之过啊！贪着荣华，贪现在乐，作恶。啊，现在会得到富贵。前世所修的善因，这一生缘生息，我无现前，我无现前，唔是歹代志。如果你若无智慧，迄就会变作歹代志咯。啊，有智慧是好事，无智慧就变歹事。有智慧，啊，性相近善啊；无智慧，啊，恶相近，啊，就变性啊，恶因咯。啊，有智慧。你所谓一切，会甲一切众生共享。菩萨一定啊是心和众生的福，无甲家己排伫第一，甲别人排伫第一啦。家己的最后，我对细汉都看到啊。空前时期，空前后期，我是流亡学生，和国家就用。迄个时阵，国家办真侪中学，是受教育部管的啊，国家直接管。学生的来源呢，拢是战争的当中家庭失散，这囡仔无依无靠。国家把这些学生收集起来办学校，这个费用呢？这个费用衣食住行都是国家来负担，完全是公费啊，叫做啊国立的中学，空前性了的费用就无咯。当时我的校长周邦道先生搬离在台湾，那个时阵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同学都是兄弟姊妹，老师就定于是我的父母，我的父母做的代志，老师都要负担。所以，阮迄时阵学校师生同学的感情，比家己厝内面的父母兄弟的感情也搁较深。为什么呢？患难之交啊！大家做伙啊，互相照顾。阮校长是菩萨啊！学校常常接受救济啊，这衫啦用的这个物品送来学校来的老师啊，家己校长家己嘛有囡仔，那像有啊四个囡仔呢，
伊诶第三后生甲我同班，啊！即个救济品来诶时阵，大生是分了学生，分完啦，要有村呢，因兜诶囡仔则分会着。迄时阵也是同学啊，也是阮斗阵咧读书，伊讲咧最后。同学排在第一啦，大公无私啊，阮对校长尊重，校长爱学生，超过伊的子女，所以的子女常常伫阮的同学面前咧哀怨啦，伊也讲阮命无好，做伊后生，做伊学生偌好个啊。甲学生啊，排伫第一位。所以阮啊，只是永远感恩老师，永远拢会记得迄段即个苦难的生活。所以同学甲同学当中，就是亲兄弟啊，亲姊妹。这是空间组成的啊！阮也捌讲，时间无长，两年的时间生活伫这大家庭当中，有真侪物件做人做事的道理啊！老师带头做出榜样，人。只要心是公平的，真正常常想到别人，家己也会当给，就应该啊专心专力来帮助别人。如果那无受过这款的教育，无看到这的事实真相，就阮迄时阵老师做出榜样给阮看，学生暗时咧困，困啊真舒服，老师无舒服啊。暗时至少要去寝室去看两摆。学生有当时睏袂好啊，皮那个涂骹，老师半暝爱去给他教皮啊。特别是较细汉的这些学生啊，读初中一年年级，年岁还阁真细，也无个啦，容易会去照顾伊家己，啊，老师就真辛苦咯。哇，亲身看到的，老师确确实实啊，学生当作儿女同款来看待啊，照顾啊非常周到。有爱心，现在伫这社会看无咯。呀，亲生的父母照顾儿女，不如阮以前的老师咧照顾阮，所以也无即个未感恩咧，永远拢嘛会记哩啊。这民工咯。这是无良好的这个教育的啊！你的心胸跟自性相违背，唔肯是非，唔肯以财物是人啊！不愿意帮助别人。无愿意照顾别人，
啊，现在家庭无家己住咯，将来社会上都无闲人。现在学校只教学术，无教伦理；只教你读书，无教你安怎做人。我拄到真侪企业家，公司找无人才啊！每一年毕业的，大学毕业。硕士毕业、博士学位毕业的太多了，为什么无人才？伊不想做人啊，也做代志不想做人，无是无爱啊。公司的头家希望伊会想做人，佮会做代志，这是上介好的啊。基础一定。会做人袂当做代志，嘛会用你，伊爱会愿意用你。会做代志袂晓做人，伊无爱啊。所以，阮伫抗战的期间，真正受到这个传统伦理道德这种温馨的教诲啊，就是啊。在抗战期间啊，国立的三中这两年，这是啊，亲身体会啊。感受到老师的爱护，校长的爱护，超过父母啊。同学互相照顾，超过兄弟姊妹。就像阮迄个校长啊，现在这个社会上也未当阁找到了。在台湾，伊做过科选部政务处长，还是副部长啊？政府，甲因兜内面装一个电话，配有汽车。安怎利用呢？叔叔若要卡电话，厝内公家装伊无咧用，浪费公家的钱啊！叔叔卡电话去巷仔口去卡公共电话，伊是这款人啊，毋是上班公司，车拢无用，为国家省一点仔汽油。伊就是去坐巴士，所以啊，因这后生拄到的时阵，甲我讲，伊讲阮老岁头脑太顽固了，国家配合你，也就是要合你用的啊，为什么分得清楚？伊就是一点一滴清清楚楚，公私分明啊。这款人啊，我想全世界找无第二个啊！伊个理路真跑完啦，外面拍电话会用哩，会使接啊，啊袂使拍断机，拍断机你去外面去拍，你这毋是公司私事啊！真正是民国以来第一个清官。哪公是为贪污，以退公家省啊，尽量节省。
生活非常清苦，穿的衫规身躯拢是中山装，伊上班穿的，二三十年咯，都、就是一领衫。你讲这要去倒位找啊？中国官哪拢亲像伊，天下大治啊！你没有福咯。在学校做校长，对阮同学，阮同学真有福啊！都摕一个遮好个校长，好校长出来，老师，老师拢予校长感化了。这好老师啊！啊，这种精神应当该啊发扬光大。安怎发扬？阮一生纪念伊，常常咧想伊，阮嘛要甲伊迄个模样做出来。这才真正叫做尊师重道啊！阮袂当家己嘅精神对家己嘅身上做出来发扬光大啊！也对不起老师。这是阮嘅旧校长啊！细汉嘅时阵，读书嘅时阵，即个好老师啊！会所文含有虽多啊，以在是伟大和偏固啊，含有啊，最高啊无办法通鼓励太多了，但是以贪财贪色，这是上界严重的，所以鼓励。专顾啊，这两项不能是非，见念之上也。念色亦有唔肯和别人，也亦唔知影讲贪财。无论用什么款手段贪来，拢是你命中所有。你命对那无，用什么方法去贪，拢贪未着。你去跟人偷摕去抢人的物件，要无提到手就被警察抓去了，这敢咯？为什么？无迄个命啊！所以强盗咧抢来，贼啊偷摕来，拢是命内底有诶。你讲有冤枉无？无偷无抢嘛会得着啊，而且得着也会加一寡。用无正当诶手段去摕着，也内底有，但是怕折扣，这冤枉啊！这事实真相。无读圣贤书，你唔知影；读圣贤书，你也相信，你也依教奉行，你自然就会得到好处。命来对那无，你会当去修，这是佛法来对上讲的啊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无求未到的。你想要财，财对都会来，财对财报师来啊！你真爱财报师，你就会得到财富，如是如多啊！你介意聪明智慧，你来修法报师；你要健康长寿，你就要修无为报师。佛教人的方法真正是有效啊！这三项布施，你拢总肯修、真修，这三种的果报，你拢会得到啊！
你一生再用未缺乏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真正是会去得到。啊，佛菩萨啦，是未骗人的。啊，如果是有自快咧，家己享受，家己快意，无何曲折啦。下面念老讲的啊，只求助你快心，不问是非曲折。哇，这种的享受咧，这种的快乐，只要求现前这古朴，我问讲以什么原因？啊，非法爱得到啊！你做业，你做的是恶业吗？只有所别啊，贪有之心是君如痴，故发痴欲。为什么贪？为什么嗔呢？那个君是无痴啊，无智慧，对事实真相完全拢不了解。哇，这句话讲，伊想错了，伊看错了，伊讲错了，伊做错了。拢变作罪因啦，因都得缘，果报都现前啦。为教经文，若有智慧，则无贪着。这句话，咱也会记哩。想看家己是不是有智慧，家己要有贪着，就无智慧。家己若无贪着啊，即有一点啊智慧了。也家己是不是爱发脾气呢？会发脾气啊，都是无智慧。永远啊，拢未发脾气，这个人啊有智慧了。那无论什么不如意的代志，拄到了笑笑就好了，这个人有智慧。佛法求什么？也就是求智慧啊。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，专门讲智慧这个课程，这个大单元讲了22年啊，49年讲22年是讲智慧，你就知影讲佛法重点伫倒位，第八者智慧啊。后前20年拢是做基础。阿含修行，家己什么？家己做人处事，基础教育啊。咱现在学佛也多多啊，颠倒病啊，基础物件无爱滴咯。啊，方顶呢是对基础上搁再进一步的提升。无比的接受，不要去教育。所以方丈8年，你看看阿含12年，基础教育12年啊。咱今天基础教育断掉。
无去咯。有基础教育，这个八年的红顶啊，然后这22年的不济啊，最后八年也是发华。法华定研究所，不在定大学，红顶也是中学，阿含是小学，无依照处地学习，佛无承认，我认为你学不出来，一定要依照处地渐渐上升。所以佛的经常讲得很清楚，比如佛祖无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啊，他无先认你啊。啊，咱今仔日边咧，佛法内底为甚未出人才？可能在家出家拢无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基础疏忽了，大家拢无愿意去扎这个根基呀、啊，叫做扎根的教育，拢唔肯做。佛教那边真正兴起来，各有祖师大德出现，一定是对君受气呀。现在咱看出来了，确实有少数的非常聪明的囡仔，还无杂气啊。善根非常深厚，这囡仔那是。拄到好的教育，将来拢嘛是一代祖师。哎，好好啊，家己啊，扎根。如果是根啊扎不好，也可惜。就是讲再来人也会对了，又派。那这个社会是一个大泥缸。菩萨来买对路啊！这是有心的人会当无去注意的。那要安怎来拯救啊？这个时代呢？要安怎来救传统文化？安怎救佛法？啊，咱这个一生做会到未？做未到？噶，这个根啊，不受着。如果会当所谓薪火相传，噶，这个根。不修掉的，个传教三四代了后，才会发扬光大。亲像达摩祖师来中国，单传只传一个人，以上初作，伊传了回扣，回扣传了经忏。无代啊，拢嘛是单传，传个弘忍，六代都是慧能大师，才开花结果啊。禅宗大兴，慧能回下一生当中，第一手里开悟的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43个啊。以前拢是一个，
禅宗在中国盛极一时啊。伊那里佛法衰咯，佮想要佛法兴，大概嘛都要四代五代以后，这是咱知影的，真清楚、真明白。咱家己爱做好模样，无做好模样，下面都会去断去。啊，做好模样，都要依教奉行。佛弟子地甲咱讲的，这五种恶业难做啊，杀盗淫妄酒来远离。啊，这五个恶的念头袂用有贪嗔痴慢疑，这是恶的因啊。内面经书是烦恼习气啊，万分恼怒烦。外面我有六点诱惑，爱如如不动，你这个家己不调呀、啊？不调什么呢？不调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是你的真心，是你的本性。三字经顶面讲，人之初性本性，本性是什么呢？在无量寿经顶面讲呢，就是清净平等觉这本性。这物件呢是不调，一切是一切处。起心动念甲伊相应，言语做作甲伊相应，唔通违背啊！这叫学佛啦，这叫学传统文化，这叫做学圣学贤。圣贤甲社会地位不相干啦、啊，甲社会上的富贵也不相干。甲家己一生咧做人，处事待人接物有密切的关系。你爱甲你所学做出来啊！啊，《维教经》顶面这句话讲啊，非常的好。有智慧，贪嗔痴就无咯；有贪嗔痴就无智慧。古处经文明：痴贪离恶，即有尽毒，亲自地狱的业因啊。意见上段，头前一段讲得真详细。作别者，为所闻爱欲别别，享受欲境也。是故生林离己。但莫富贵荣华，以求快意无动时。不管临了修仙，积累福报来临。这是现今社会普遍的现象。富贵的人想着来生后世呢？拢是想着眼前啦、
知道眼前的快乐，没想到来世果报啊！这个代志一定要警觉。这一生的当中，时间真短，你快意的生活，你能过几年呢？董太宗做皇帝只有23年，快意的代志过了23年。对地甲几百年拢未当出来，你讲有记载无？所以伫这社会上，常常会想到，伊发达咯。得到富贵，你来好好想看卖，你会当享受偌侪年？聪明的人非常清楚，伊甘愿即世无享受，受来生的福。哇，都才跟你讲的，阮的老校长，伊也真正袂歹啊，明年学分咯，来台湾，校长甲我变作同学咯，伊嘛是拜李炳南老技师做老师，阮两个就变作同学咯。伊念佛求生净土，夫妻两个人拢念佛求生净土。寺庙是大圣去咯，迄华严时尊留了300多了舍利，真正往生咯。你讲老师是不是往生呢？这款的好人，真正是伫整个世界上。我相信找不第二个，无私心，对学生的爱好无微不至啊！伊敢袂用心呢？无可能呀！所以这龙马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无贪嗔痴慢，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拢无。细汉时阵读圣贤著，晚年时阵读佛经入佛门。以天人的福报，伊修的是天人福报啊，往生净土了。这是甲阮这学生做榜样，学生真多，未休未少，真正头脑清醒的，看到老师对老师欣羡呐，对老师佩服啊。对老师学的人未做，啊，我家己知影，会当去想象的啊，应该是有20-30个。阮同学大概有几万人的款呐。真正对老师仰慕的，应该是有20-30个人。这20-30个人，心地正直，
清净，未好名利所念有，真正看会开啊。老师这个模样太好了，所以爱欲这两字来看淡，哎呦，节制啊，那放纵，一定爱修着清净平等觉。这上生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我哋经常啊讲真多咯，心静即佛土静，这句话听有啊，叫做世界是净土，净土对对来清净心变的呀，咱念佛心念佛念更加好，一天十万声佛号。呀，袂当往生，为什么心无清净？甲净土袂当三生相应啊！所以佛号，经常讲啊真清楚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拢会往生，但是依故必须条件，伊心清净。以前无清净不要紧，就做真侪恶业，真正忏悔，真正放下，别人唔知啊，不要紧啊，你家己知影，真正放下，真清净了，一念对往生，这一念相应，所以是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啦。都立的即地啊！啊，咱来加即个爱欲，爱该换过来。对阿弥陀佛的爱。你叫世界有欲望，这好啊！我爱阿弥陀佛，我想叫世界。这个念头一转，就成功咯。这什么呢？这叫大业往生。真正会去啊！用的是真心，你不是妄心。如果咱未当把爱欲这个对象转过来，这往生真困难啊。果然会把阿弥陀佛当作第一亲。极乐世界是第一个选择，无迄个未往生的，这就是弥陀经常讲的“即持名号”，即是执着，只是未失去啊，安安个六合条，即持名号，这人对往生啊，是反省动机土。诶，用了就满足咯。唔通啊，去放过无怨，哇！到极乐世界一定爱常常品往生。古人常讲诶。你希望的是上品上生，不过你得到一
定是降下来，中品啊。啊，咱学熬一大师，我只要下品下生就满足了，什么希望都拢无，心清净了。往生颠倒频率也较悬啦，心内有这个欲望，想要搁爬起去，这个欲望就会破坏你的清净心。可能你念佛时阵连下下品都得袂着，不如老老实实修定。完成动机土，我只要去那个所在，我就非常的满意咯。你修好功夫后，自然会向上升，不用求，求就错了。我求的就是动机土，无定着往生的时阵超弯咯。稳稳当当，世间人烦恼做主啊！你烦恼什么呢？贪嗔痴慢做主啊！大家想要满足家己的贪嗔痴慢啊，你一定作业。你作业肯定就是善业少，恶业多啊！为什么呢？念念当中损人利己，做这款代志。但莫富贵荣华，你啊心内所慕、所需求的是世间的富贵荣华。佫无用正因去求，伊用无正当的手段，伊得着咯。快意有一时呀、啊，无愿意忍着，无愿意修仙。这个忍辱意思真深，对富贵荣华爱忍耐，啊，阮周校长，把这个做给阮看，以担任职务。政务处长就是第一个副部长，国家和伊大务是伊应该会当享受。伊家公司分开遐清，公司才用国家的，毋是公司用家己的。这就是忍忍辱啊，家己忍，规家人拢来忍。伊哪有代志，出门的时阵去坐公共汽车，啊，甲朋友联络的时阵，去外面去拍公共电话。这拢嘛是忍辱啊，忍就是修仙，对国家节省一点啊，汽油啊，对国家省一寡电费，发电也要用电费啊，这你细行的代志拢想着。
咱都知影讲，伊来生的福报偌大。如伊这福报来世，但是咧，伊来世福报伊无爱，伊到叫世界去咯。伊那无有福，肯定会升天。但一般讲的是道理天啊，肯定的啊。不是，为谁不祥，谁解小便啦、啊？这种享受。也是你积德的利益，会享受偌久呢？这个有智慧的人也想通，真正想到，你安怎做呢？肯定做法跟阮周校长完全同款，时间无长啊！我这几年修好，修大福德啊！生生世世修养未尽啊！这功德大啊！我们这同学啊，人未少啊，啊，免讲多，有十几、二十个人受老师的影响，啊，一生还是老师。对家己生活吃苦，就功德来世啊！而且表演的功德偌大，啊，伊都有影响，都有人甲伊这种精神传到后世。伊啊，拄着佛法咯，伊去叫世界去咯，搁较殊胜啊！啊，老师爱护家己，爱护家庭，爱护伊诶宗教，修理无罪，非常弥补啊，意识啊，啊，节省，给节省一点仔钱，寄互家乡，即个啊，家乡诶父老伫即真卡真苦，加减补贴面一点啊。数十年如一日啊，无甲家乡即父老袂记哩，拢甲咱做了最后的榜样啊！爱家己爱。亲人，爱邻里乡党，啊，咱若是无看到这个情形，咱的印象呢，他这经都会模糊，啊，咱家己伫这一生当中亲身看过。看到这个经文都非常的深刻，老师给我们的好模样，我们要把这个精神对我们的心胸给发扬光大，
这是不老师之恩，老师无必教阮，照顾阮这学生，伊得到鼓舞啊！今仔日时间到，咱学习到这地。